2020萧如松艺术节登场，开场表演请来竹东在地客语创作歌手曾仲伟以及曾怡琳双主唱，炒热气氛。今年艺术节有结合艺术走读和实境解谜的小镇寻宝，也规划艺术小尖兵以及艺术志工培训等活动，让他们先来认识我们家乡的骄傲，我们的萧如松这位老师，他在全台湾也好，在学彩画上面的一个贡献，让他对客家乡镇能够有更多的了解。走进萧如松艺术园区，极具特色的日式建筑藏身于客家人文小镇中，闹中取静，仿佛置身于历史的空间。这里是许许多多艺文、美术、音乐的发表中心。新竹县政府希望透过一系列活动，吸引更多民众走访竹东，增进对萧如松老师艺术成就的认识，也感受客家小镇的文化氛围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秋霞台湾新竹采访报道。